大家好，我是南南克文呢。我们的清冰箱终于迎来了第二集，这是非常不容易。今天来到一对 YouTuber 的家里呢，他们已经结婚，好像快要一周年了。那我们今天要看他们这个新家呢，长得怎么样，同时也要帮他们 check 一下冰箱里面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们现在就即刻的出发。等一下，我先戴个墨镜，差点被闪瞎。保护措施。Hello。外面太阳很大。没有，我是怕我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我怕你们刚刚忙完。哎，其实还好哎，里面没有什么婚纱照，没有什么让我就是很不堪的事情。今天不是访问两位吗？怎么手上抱着一只吉祥物是怎样？到底是怎样？这是贾斯汀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。嗨，我是大头。哪里的头大？结婚一周年，就是今天刚好是一周年。今天刚好一周年，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打扰人家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去看我就知道。枪毙枪，请问这是有人生活吗？我们是来到叉叉房屋的，这是样板屋吧？哎，你们两个不会过敏吗？不会，不会，都说不应该放面纸吗？这桌子应该有别的妙用吧？感觉蛮稳的，大概就可以乖乖。听说你们交往多久？我来来来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今天来逛。交往13年，交往12年，结婚1年。哇塞！所以他们从高中在一起，对，所以你们高中就已经破，我们打破框架，然后破了。你为什么？我说妈的，你现在怎么叫他？哥哥。还有垃圾桶吗？给他一下。哎，这个家里还没有垃圾桶，你们垃圾要丢哪里啊？狗喊要吗？你们垃圾桶在哪里啊？为什么垃圾桶要放阳台？不然里面会脏脏啊。谁理你啊？不是应该吃完东西，然后洗完鼻涕，或者是擦了什么东西就丢垃圾桶？马上。这是谁？这是谁规定的？哥哥。哥哥规定。哥哥是不是有洁癖？他真的有洁癖，真的。那哥哥你叫贾斯汀叫什么？很多哎。没关系，没选一个最恶心的。所以你们家就很爱养宠物，是爱狗人士。嗯，还有猫。各位跟朋友，我们既然看人家的餐桌，我们就来看人家的客厅。我告诉你，更是不得了。大白最近有要房子吗？也要签约，我的合约已经准备好了。为什么一尘不染呢？没有，我们价格还没谈呢。这是谁打扫的？好吧，这是你打扫的。到底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有遭受什么非人道的控制？贾斯汀，你救我！你这间房子是你们拜的还是租的？我们自己买的。天呐、啊！上一集的来宾我已经完全被打趴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上一集他我怒蛇怒蛇，还在租房子。就租房子，然后一个月20000，然后租那个很奇怪有拱门的，你看人家这个完全是怎么样？落地窗外面还有空景啊！那我们就是客厅看，我们就是要突击检查你的卧室。请问这是跟他有借的吗？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我爱猫人士同款抓板呢。这床可以睡吗？我看一下柔软度。感受一下，床最重要了。我觉得大头哥哥可能有洁癖吧。我觉得有。你这样子做他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对，真受不了，他这个已经预约干洗了。不会啦，没有这么夸张。好不好？他等一下就拿下我了。靠腰，靠腰。我们看这么空旷的房间，这么漂亮的卧室，这一个地方太诡异了，它里面已经脏乱无比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开冰箱检，清开别人衣柜，请问结婚1年的夫妇生活，他们的衣柜到底长怎样？哇哇，饭店式管理。下面一定乱了啦！下面的话，这是一个，这边不行。为什么？就是你频道播出可能被黄标了。不会不会啦，不会。看一下，我们频道还有什么不能播的？好，来哦来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要进广告了吗？进广告。这个时候在安插广告点。他们的夫妇生活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滋润他们的感情？这是最快乐的秘诀。有3倍券。没有，我们要看到什么？钱呐、啊，用钱来滋润呐、啊。这还好啦。哎、欸，谁没看过这个啊？真的还好，真的。不知道啊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夫妻还需要用到这个？
增加点情趣啊，真的，有时候要不同的玩法啊。哇塞，你看人家是怎么经营夫妻之道的，就是不能单纯用你的 body， 你要用一点。大头哥在里面喊。大头哥播出去是还要见人吗？单身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真的啊，我单身讲座怎么能？我知道他们会洗干净。那卫生用品你不要给他乱用。别人的卧室总是最精彩的，我们就是得到了大头哥哥跟假设听不为人知的一面，有满足，非常不是有满足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就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，我要看一下你们的冰箱，然后顺便做今天的午餐。我们先从这一个地方开始看起。哦，有什么问题，我就请教你们。双门的这样。哇，这冰箱也是自己买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不是啊，房子都自己买了，冰箱还没租冰箱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没有，我好，我们首先看到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些调味料啦。你们其实这真的有在下厨，对不对？对，看到这么多调味料就有在下厨。然后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这是怎样？目前是每个人必备吗？韩国辣椒酱，对啊，他国家也有，好吃吗？那天太辣了，你们喜欢吃辣？太辣，它不会辣，不会辣。这个蛮特别的哎，金泽酱，金杰吧，杰，我赢了。黑胡椒，这 Costco 啦，黑胡椒跟盐就是一般调味，我用不到。OK， 好，这是配馍的，对不对？脆瓜啊，稀饭区很恐怖，连冰箱都是饭店式管理，这边就是稀饭区，然后这边是乳制品水果区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冷冻好。你看这边完全没有冰东西耶，也是水果鸡胸肉，这是晚上要吃的吧？我那天把它拿出来这边之后就忘了，已经开始出水了。大头哥，他应该没到吧？大头哥恐慌症要发作了，拳头又硬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三层哦，比较乱哦。大头哥哥，哇，你这个整理术到这边已经功亏一篑。三鲜肉汤圆，袁小姐，你离这样过多久了？我看到一个蛮特别的食材，是这个鸭胸。鸭胸不错，鸭胸是补充蛋白质很好的来源。没有啦，给狗吃的。问一下，狗吃的比我还好。没有没有，狗吃的在这边。我真的还有一层是就是狗吃牛排。我们清冰箱现在两集，大家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裕，家里就是要藏牛排。我现在觉得我家比你。对，葡式蛋挞皮，你们在做蛋挞？我会做啊，错不错。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雏形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布丁。观众朋友，我现在被一对夫妇包围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情怎么样。我还要在他们两个结婚纪念日帮他们做菜给他们吃。现在就是以一种做饭给我老公吃的心情。选到这个鸭胸，你看一喷出来就是汁已经喷出来了。它有带皮的哎，皮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切个纹，就是切皮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有点切菱形状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切了菱形状之后呢，其实也不用太调味。但是如果大家今天买的是没调味的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。那我们就是加一点黑胡椒，就是稍微就是腌它啦。如果大家今天买到的是原味的鸭胸的话，啊，我刚才讲鸭胸是很好的那个蛋白质来源。那其实这样子大概等个十几分钟，其实它就可以下油锅煎。我今天是准备了一个酱汁，那这酱汁其实也是用你们现成的，就是这个金桔酱。因为它这样子摆盘其实蛮漂亮的，就是黄色的，然后配上鸭胸，把它煎得有点焦香酥脆。然后因为我先尝一下，马上补饭。救命的，加兄弟，救命！哦，它酸味其实蛮，你们有吃吗？没有。给我好好用啊，你们好不好？加点蜂蜜。蜂蜜加上金桔酱，其实应该是很好吃的。我们帮他做这个一周年的下午茶组合，还有附甜点。哦，我真的是用情至深，我真的用情至深。我们就是把它冷冻的起酥片拿来用。那我们把起酥片呢，就是切成四片。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动手做，这部分你们也要再给我出一点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他们的汤圆拿来用，然后就是把汤圆包进去，然后包起来就有点像在包水饺那样，把它密合就好了，不用有任何的技巧。因为我们的酥皮有稍微退冰，有点像是包馄饨那样。好，我们就要借用你们两个爱的小厨房。你们在厨房那边做过什么害羞的事吧？刚刚不方便说。大头哥哥，哇，大头哥哥这么勇。我们就准备一台气炸锅，然后把酥皮蛋圆放进去，然后设定的温度是180度。我们先烤个10分钟试看看。准备个不粘的平底锅，然后转小火，皮向下。
好的，毫无动静了。小火就好了，然后大概要煎到8到10分钟，不用管它。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做一场你想要做的事情。你们床可以借我躺一下吗？好，我们翻面煎之后也是大概经过1-2分钟了，我们加一点蒜头，就直接下进来就好了。然后还有一点奶油，然后这鸭油很珍贵，你知道吗？在做鸭胸料理的时候，这个鸭油就是都不能丢，它要么就做酱汁，要么就来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起锅了啊。好，刚才说这个鸭油其实还蛮重要的香气来源。我就把它保留下来。其实我的做法都是把它加进来这个酱里面，这样子，就是加一个蒜香味跟鸭的那个香气。为了一定要让大家吃这个酱汁，就稍微等一下，怕大家不沾呐、啊，太难吃大家不沾。不要开我玩笑哦！你看，我们就是真的没有在好笑，我们就是连削柠檬皮都是拿那个。我们家真的没什么钱，没有工具。我好怕你刮到手。对，我不想吃到人皮。原来是在担心吃到人皮的部分，不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。好的，今天用就是两位呢，贾斯汀跟大头哥哥的冰箱做出两道料理，我们等一下就看看两位吃起来的嘴脸会长怎样。新闻有没有信心？刚刚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参与，所以我觉得还算安全。还算安全，对。我先吗？你先啊，你先吃、啊。可是你做的不是应该你先？你是我、啊。对啊。我好啊，来啊，我怕你哦、喔。互相推脱。我推脱啊。他怕不好吃。我要沾这个酱。那那个嘴巴好小哦、喔。哦哟。我是夹避鼠啊。会容纳很大的东西。我说鸡腿啊什么的啦、啊，这整只鸡。哎、欸，好吃啊，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嗯。我想要等5分钟后，确定还有在呼吸。你要沾那个酱，那个酱对这个鸭胸极致加分，比上次那个月亮虾饼好10000倍。我们精益求精，然后这鸭胸真的很嫩，而且它煎过之后那个外皮脆脆的，再撒上那个柠檬的屑屑，就有那个柠檬的清香很解腻，然后再沾上那个酱，那个酱有加蜂蜜，所以它有点微甜微甜，真的很棒，满意吗？业务，那我们会说吗？平常就这么会说啊，大五哥讲一下，就没有，很好吃。他真的只会很好吃。好，那这个留给你们等一下吃。我告诉你，恐怖的在后面。我先把它打开看看，它会怎么样。你们吃就知道，是不是很微妙？其实我觉得可以，觉得可以啊。哇，好甜蜜哦。因为它觉得不可以啊。好，今天很开心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夫妇相处的这个家里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之类的？厨艺应该更精进什么的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见到偶像的。那你觉得我今天可以沾到你们的福气吗？我觉得吸他们两个人，你要吸我的头，你要放在头，哦，放在头上面，大头。中邪了吗？好了，希望这期播出之后呢，有一些有识之士，我可以给我一点履历，给我一点机会。好了，那阿峰呢，在贾斯汀与大头哥哥的 YouTube 频道也有合作一支有趣的影片，喜欢我们这样互动的人可以上去看哦。谢谢大家。不吃什么？香菜啊。他不吃香菜。阿峰没不讲 NC 哦。旁菜。不是旁菜 NC， 不要给我讲旁菜，没有这种说法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也没有叫旁爹。是金针，很多人都乱念，欧北亮，旁边是酸菜。